什么？三天爬两次泰山可以瘦17斤？我不信，我试试。我现在在阜阳，我从阜阳开始出发，12:08的车啊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到泰山了。那边应该就是泰山吧？感觉看着好矮，小意思，轻松拿下。先拿那个电子秤称一下体重，看一下体重多少啊？123.2。现在北京时间是6:55啊，咱们现在已经开始爬了啊。就从这里开始上去啊，再出发，小小泰山拿捏它。7:01到红门了，爬了半天，我以为已经上山了，结果这里才是个检票口。哎呀，太累了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26，已经爬到这个动武宫这里了。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7:29，现在我到这个三公朝这里了。现在时间是7:34，这上面这三个字我只认识一个。现在时间是7:42啊，你这样到了这个，这是什么洞？中间那个字不认识啊，咱们继续啊。这中间啥字我不认识啊？那水帘洞啊？是。现在时间是8:07，我们现在到这个烂树这里了。现在时间是8:19，前面一个是那个。南天门和南天阁，一天阁吗？现在时间是8:20，前面是那个，那什么头啊？回马头还是四马头？哎，回马头。现在时间，北京时间8:25，到达这个药王殿了啊！哇，从这里开始上就很费力了，太陡了。这苹果多少钱一个？10块钱啊？菠萝呢？菠萝5块，水呢？12一瓶了，拿个菠萝吧，吃个菠萝吧，吃个菠萝补充一下能量。现在时间是8:46啊，现在我是已经到了这个中天门这里啊。一瓶怎么卖的？1瓶3块，拿一瓶吧，拿多累，喝点水补充一下能量。这里的风景很震撼，如果你们来不想减肥的，可以乘坐那边有索道啊，乘索道不累。谁能告诉我，我现在在中山门是属于是已经上来了吗？还是说上来一半了？不行了，来给烤肠补充一下能量。这爬山太费能量了。现在时间是9:06啊。现在到这个，这应该是增福庙啊。不行啊，又饿了，还要补充点能量。爬山实在太费能量了。你们看一下时间啊，现在时间是9:10啊。现在到了这个迎天这里啊。不行啊，我看这立山顶啊，立山顶还远着呢，还要补充一下能量。北京时间9:54，现在到这个朝阳庙这里了啊。北京时间9:56，现在到了这个醉松山。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10:37，现在我已经到这个十八盘了啊。然后还有全长800米，1600个台阶，咱们继续啊。北京时间10:54，到龙门了啊。到这里海拔1300米啊。现在时间11:27，到了这个升天坊。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11:45，我已经爬上来了。南天门用16小时，就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累，轻松拿捏泰山，一点都没感觉到累。你看我都不带喘气的啊，一点大气都不喘一个，说明啥？说明我体力好。接下来咱们下去啊，下去也是走着下去啊。北京时间11:57，到了这个升天坊了啊。北京时间12:23，然后下山了，下到这个龙门这里了。北京时间12:36，哎呀，下到这个18盘这里了。北京时间12:54，然后现在呢，我已经到了这个对松山这里了啊。北京时间现在是13:05，现在我下山已经到这个吉大松富了。北京时间13:17啊，现在到下山下到这个天营了。其实本来我想连续爬两次的，结果你看它天气预报显示泰山有雨。所以说今天我只能爬一次了，其实我不累，我现在已经不到下山的地方了。北京时间1:33，下山到中天门了。北京时间13:51，咱们现在到这个药王庙13:56，下到这个回码头了。北京时间1:58，到那个云居庙了。2:08啊，咱们现在到这个大树这里了啊。14:40，我现在已经下到这个什么石谷。15:27啊，下来了。我
我这个成功被这个泰山给拿捏了啊！我本来说爬两次的，我现在是爬不了两次了，因为我这两个腿啊都抖。你看我现在拿手机，我的手都是抖的，就是我这个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啊。然后我为什么每一个这个到每一个地方都拍的那么细节那么重要呢？就是说，咱为了真实啊，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人说爬的泰山能瘦七斤的，也有人说能瘦十几斤的。我们今天就爬一次吧，我们不爬两次了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称一下，看一下我爬这泰山到底瘦了多少，好不好？两次受不了，这个腿根本就不听我使唤。来上秤看瘦了多少。我靠，就瘦这么一点，我累成狗就瘦这么一点。哎呦，来看一下啊，这就是我爬完泰山的第二天，我这个腿已经瘸了。